Giggle 至高，欢迎来到至高积木教室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做我们的老鼠，当然也少不了老鼠最爱的食物 cheese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先做老鼠的头部，那我们做一个正方形。扣在一起。